my grandma. The hand rope. Okay. Second daily experiment, hand rope. 然后 100g. 8.3. Yeah. Wait a minute. 哇，这是七点二，等一下，什么东西哦？是七点八，6.8，性格的位，来，good，性格全程就在我的那个，10.3，9.3，12.12，先说一个，把出去量过一下。果然，12.7，12.7，11.7，上一个11.7。建议就是拿出来先看它有没有吃。13.6，12.6，觉得好像越来越有松的感觉，是不是？越来越有松的感觉。那我们要看这个 metal wire 有没有松了，这个松不要管它。银行和 extension 对，可以拉长。14.6，13.6。3.6啊。Yes。这摄影机是全程拍的新歌。等一下。哎。哎。走，刚刚是多少啊？14.6，13.6。Actual 是13.6。Actual 是13.6。What happened？ 对了 ，What happened？ 16.1。突然变15.1，可以了。刚才13.6啊，然后现在变15.1，然后就加多两多，2.4千块。最重要是这个，最重要是这个。它是。哦，所以讲 hemorrhoid 还是比会 extend, 会有那种 extend 种，什么那种 plastic， plastic deformation， 它就越来越没有办法变回去，还有 plastic behavior。到时候老师问我们，你用什么方法出？16.5，16.7，16.7，15.7，对，对，15.7。为什么？这个到什么 point 呢？他说：“老师哦，你们用什么方法去 prove 它这个东西会有所谓的 deformation 呢？”我们就讲，因为我们的那个 wire 跟那个 G clamp， wire 跟那个 ham rope clamp 在一起了，所以，因为我们是看 based on wire 这个 wire 值的话，代表说这个东西已经有 plastic deformation 了。
对他来说不一样吧。对，我觉得有那种，哎，我怕呢。整个飞机飞出来。对，我觉得整个飞出来的感觉，不要紧，你的弟弟不会飞过来吗？对不对？我在想到这个东西。OK， 现在是18.3，17.3。就是3、4还是怎么样？有一种 OK 18.8 17.8 17.8 没有错。啊，反正他都这样子的。没有，我为了 accuracy 哈、哦。确定是没有跑位吗？确定，因为这个东西没有跑。对了对了，没有跑了。别再拉他了，别再拉他了。你先拿出来先，我先放。好。有一种不安全的，这个要拉近啊。对啊。21.5，20.5，20.5。刚开始我记得才17点多，是？这么突然挂了一个。你坐到第900了，多意思。现在这个还一样。现在这是800的、啊。嗯，这800的，刚才这个是900的。做我两个不一定要，我已经到10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对啊，这个是900的。是不是我眼睛看错了？接到。你在干什么 ？OK。啊，一样。他已经 extend 了。哦。他已经。OK， 算了，我们这是最后一个结果。这是10kg的，9kg和10kg。真是 plastic deformation， 我们的 project 过可以写。可以看了。对，明年啊，再看一次。Okay。